为确保行车安全，登车后必须佩戴安全带。行车期间严禁离开座位，请保持车厢清洁，勿在车厢饮食，为免影响他人，请保持车厢安静。河下县政前往金海口岸，为确保行车安全，登车后必须佩戴安全带。行车期间严禁离开座位，请保持车厢清洁，佩戴车厢饮食，为免影响他人，请保持车厢安静。有位票的旅客，我司会检查证件核实身份。河下县政前往珠海口岸，为确保行车安全，登车后必须佩戴安全带。行车期间严禁离开座位，请保持车厢清洁，佩戴车厢饮食，避免影响他人，请保持车厢安静。
乘坐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，本班次目的地是珠海。为了您的安全着想，行车时请坐稳及佩戴安全带。欢迎乘坐港珠澳大桥穿梭巴士，本班次目的地是珠海。Boom.